啊，你跟俏俏在一起？那是自然，等着姐姐过两天去南阳看你。沈清也自动忽略了他的话。俏俏怎么样？把电话给他。夏思瑜不知道说了什么。哦，那他人呢？这样啊，行吧，那等他回来，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沈清也边说边偷觑着伤愈的表情。不一会儿，那边电话挂了，大概是恶从胆边生。沈清也又故作大惊小怪的嘟囔，嗯，他晚上不回来了，那行吧，明天你记得告他一声。挂了电话，他端着杯子喝了口水，去着伤愈越来越阴沉的俊颜，心里冷笑，哼，让你也尝尝被排除在外的滋味，呕不死你。夜里八点，黎笑坐在重城海边的观海台，手里拿着一杯鸡尾酒在浅酌。不多时，一个穿着迷彩服的男人大马金刀的坐在他对面，一盘切好的番石榴也被放在了桌上。大哥说你爱吃这个，特意让我带过来的。眼前的男人是薄廷素，薄廷霄的亲弟弟。他怎么没来？缅国那边的内阁府最近有点乱，他在帮忙镇压，确实走不开。这次我来重城正好办点事儿，大哥知道你在重城，就让我给你带点东西。薄廷素边说边对着黎翘手边的小锦盒努嘴。黎翘咀嚼着番石榴，随手拿起拓印着狮虎标的锦盒，看着里面轻巧的工具包。这是他新设计的？他说你估计早就把之前的工具包弄丢了，正好新设计了一款，让你记得随身携带，里边什么都有，还有三支麻醉针，小型的防屏蔽信号器，功能比以前那个更强。替我谢谢小哥。你跟大哥还用得着这么客气？我就意思意思。大哥要是在这儿的话，你会跟他见面吗？当然，为什么不见？他一直觉得当年你们妻子老大的死是他误判地形导致的，要不然你也不会突然离开边境，这么多年都没有回去看一眼。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当年的事本来就是意外，我没回去也仅仅是不想回，你这么问我，是不是他来了？大哥要是来了，哪还用我给你带东西，他肯定直接给你。黎笑悠悠回眸，朝着身后的海景别墅区扫了几眼。那你刚才在看什么？你低着头都发现我的动作了？不然呢？我女朋友在那边。你交女朋友了？为什么你们听说我交女朋友都是这个表情？就是有点意外，毕竟当年你自己说的宁愿娶一把枪也不想跟女人有什么交集，你不是觉得麻烦吗？两人又坐了半个小时。送你回去。嗯，走吧。